今生毁灭复饶奴役，凡人皆有宿命，除非你能赢得凹凸大赛。这就是我们的能力，嘿耶，嘿，好厉害啊！竟然变身了哎！哇，瞧这颜色，这手感，简直让人停不下来啊！好快！重演之下，你的一切动作都是无所遁形的，而我的能力重黄更是让我的体质变得像昆虫一样敏捷有力，你是逃不掉的。跟他废什么话。怎么了，小子？不打算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能力吗？也得有啊！防护罩，这是这小子的技能吗？不对。这种能力我以前见过，使用者是天使使用者丹尼尔。沈班长，他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这是要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第105号和第107号参赛者，你们滥用能力劫持飞船，逃离赛场并破坏执法纪律，严重违反了大赛规则。现在停止抵抗，也许还能躲开一劫。我继续参加凹凸大赛，那么还早晚是个死。没错，本大爷才不回去。我不知道，历届凹凸大赛的参赛者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就这么，又怎么知道能不能活下去？凹凸大赛有着无限的可能性，我喜欢有梦想的参赛者。不过很抱歉，在你的身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生活的迹象。那么试着活下去。我们有没有斗志，就让你亲自体验一下好了。
为什么不把这能力用在比赛中？什么？但行神指。退场。辛苦了，搬运人先生。多亏你留下的信号，我们才能顺利追捕到这两个人。不用了，我也只是为了保住这条小命罢了。啊，还有金，你表现得很不错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才能及时赶到。你认识我？当然，这次比赛所有的参赛者，我都记在脑子里了。那参赛者全像他们俩那么厉害吗？当然，而且只要坚持不放弃。每个参赛者都只会比他更强。金，你也行的。我吗？其实我已经迷路一个多月了，到现在还没点技能呢。那你可要抓紧了，淘汰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积分不够可是要出局的。不过正好搬运人在这儿，就让他送你到奥托星球吧。我，其实我刚想着准备辞职来着。好。跑完这一趟再说吧。那我们就此，大赛里见。等一下，天使长大人，你知不知道我姐姐的下落？她叫秋，3年前也参加了奥托大赛。对不起，金，我不能向你透露其他信息，一切的答案都要靠你自己寻找。这样啊。那么，再见了，金，祝你好运。别傻站着了，快来帮我修理飞船。赶不上比赛可别怪我。什么？那可不行，快让我帮忙。别的人都恨不得从这比赛中逃走，你却要跑去送死，还真是个奇怪的存在。奇怪吗？放心吧，你要去的地方奇怪的家伙多着呢。I'm so happy.